现在6点多了，这狗怕下雨，这都没摆，网上这都满的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奋斗蓉姐。今天是冒险摆了个摊儿，因为这天瞅着样是要下的。又烤蘑菇了，杏鲍菇炒完了之后跟杏管的味儿，跟杏管的味儿，那挺好吃。就是昨天买的包子吧，酸菜馅的萝卜，萝卜，我感觉杏鲍菇比那个炒蘑好吃，是吧？你昨天碰到那个大哥说的那个晚上不能吃饭。吃饭那个血糖高，咱们都这样，所以咱晚上再饿也不能吃。他说你晚上吃了，你血糖不完了吗？那你吃多少没关系，反正你吃完晚上的饭吃那老晚，那老不吃老不吃，估计也就没啥事了。说就老成天在这溜达，那个观众80了都，天天溜达，还骑自行车呢。前两天可暖和了，有那么两天，气温挺热。他骑自行车，他嫌累了，他寻思歇一会儿，中午的事儿。然后再把自行车放那，他坐那台阶上了。坐台阶没一会儿，就倒下了。完了，120来的时候人早就没了。这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人就这么回事儿吧。就是歇完啥就买啥。别对自己太斤斤计较了。他想表达这个意思，这挺好个人，挺好个，这还骑自行车挺好的前脚，后脚没了。那旁边买咱货的一个大姐，也能有70多岁，她瞅了瞅那个跟我唠嗑那老弟说，人家修来的，真是，你要这么走多好。他说，我像是那样，人家是这样，我都阿弥陀佛了，都80了。你再怎么的能多少年，也是你这样多相处啊。对，儿女也不着急，自己也有尊严。要长说，有的说是好死呢，真是，人就不遭罪没有病苦的死。我记得以前老人有句话就好说，人这一辈子啥叫有福啊，就最后那离开人世间那几年你修一好死，对，不遭罪。但现在这件事情谁也说了不算呢。是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，这家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，人这个生活习惯，就像咱们似的，以前哪有那么晚吃饭的事儿，9、10点钟吃饭，人都说人有讲究，人都不让吃8、9点，人就吃那什么食儿，对，不好。嗯，你看昨天咱对个卖酱骨那个，他姑娘上高一，9点半呢，是9:10放学，放学回来还得吃点东西，饿呀。对啊，饿呗。吃点东西，晚上睡觉，早上起来觉都不够睡，滴了当啷。对，晚上睡晚上，说学习等到11点多，然后呢，第二天早6点就得起来。他这不也吃饭晚，还小孩呢。是，时间长了都是事儿。吃夜宵的，吃完之后对身体不好。就是真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。死亡并不可怕，
就怕在人间这种生不如死这种遭罪，还得那种留恋，嗯，那种不舍，完了自己身体还说了不算了。是那天胖月大爷说的，也是84，嗯，没鞋拔子，对，骑自行车嘛，他说的，我还骑嗖嗖骑自行车，就因为起来。不知道为啥弹了一下，睡觉还不老实，一下掉下去之后呢，把什么骨头摔折了。嗯，他说人到老了不行了，是啊，这要年轻摔一跤能咋的？对，骨头摔折之后呢，他说这就不行了，我再骑不了自行车。完了可淡然了，说没啥。嗯，人早晚有那一天。对，我都80多了，还怕啥呢？对，73、84。啊，那他没说，那他是84。84，说了。啊，说了。我听了。他说。哪那么多说的？嗯，他说我还不拽这一跤，我还骑自行车呢。嗯，84还骑自行车。他说那什么，他是原先是部队军人。对对对，他说他是部队的，对生死、啊，嗯，看得很淡。对，他说完了，你喝完那小白菜汤，这个又剩了。嗯，我今天的汤添多了，要少点就浓稠点更好。哎、嗯、人真是哈，嗯，这辈子就是修到最后一个好梅。哎。人就是个过程，但是这是这谁也说了不算，嗯，谁也不知道最后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世界，是呗，所以都说做好事修嘛，嗯，祈祷，行，唱完大家走吧，嗯。